只有很微弱的共鸣仍然存在，他人可能已经跑了，不过这附近还是有很微弱的感觉。不是，应该是他遗落了什么长时间携带的随身物品，找找看附近，很有可能会有什么发现。谁呀、啊？张口门长叫叔。怎么，叫他叔都是给他面子？白永泰，我就知道你小子也会来。最近怎么样？我哪有？是军团长让我对白永泰客气一点。我一向是听我们军团长的话。他人呢？去了奇迹赛场18号赛道，被一年轻人叫走了。我一开始还以为那小子是白永泰。难道是雪峰？走，我们去赛道看看。收集一些线索吧。